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高山滑雪队的运动员金和晓。虽然现在香港的疫情很严重，但我相信在国家的协助下，我们一定会很快地战胜疫情。所以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同心合力，一起对抗疫情，特别要接种疫苗，因为疫情并不是普通的流感，对于老人家和小朋友都很危险，对于年轻人的身体都有很长远的影响。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齐心抗疫，这样就可以很快地回复到正常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。虽然香港现在的疫情相当严峻，但是我相信在国家的协助之下，我们很快就会战胜疫情。大家好，我是翁厚全，香港高山滑雪队的成员。我刚刚到了波士尼亚，听到香港的疫情很紧张，我呼吁大家齐心合力抗战疫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。虽然现在香港疫情相当严峻，但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协助之下，我们会很快战胜疫情。我在这里呼吁所有人同心合力对抗疫情，特别是要接种疫苗。疫情并不是普通的流感，对老人和小孩都会构成威胁，对年轻人的身体都会有长远的影响。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团结一致，齐心抗疫，做到动态清零，尽快回复正常的生活。